因为你无能，教不好吧？这不是商量，是通知。师傅，师傅，再来。谁？不错，青云剑送你了。谢谢师傅。哇，师傅，您竟然学会给别人放水了。师傅，您不用怕打击我，我知道自己的程度，我要学的还很多。事在人为。师傅，师傅，还是还有疑问。真相有时候比拷问更残酷。他说他自己出卖了情报给细作，无论我怎么算，他都没有这个时间。如果现在你还是觉得他是无辜的，还是想替他求情，我只会觉得自己教出来的是个蠢。师父您可知道，您今日的一字一句对我来说都是诛心之论。小公子，马已经备好了。师父，徒儿不孝，几次三番的忤逆师父，辜负师父的抚育之恩，此去归期未晚，愿您珍重自己。我走了。小公子也太不懂事了。算了，他已经长大。这季风花真是好看。师父，为何要种季风树？哥哥，你坐在这灵高堂，让我想起谁？是雪静姐姐，是她最喜欢吃的就是灵高堂了。咱们以后就是好朋友了。没事吧？以后就让我陪着雪静姐姐撑伞吧。你把雪静弄到哪去了？雪静姐姐，雪静姐姐，你干什么？是我对自己的嫉妒摆布，是我害了雪静姐姐。如果要死，那我死才对。雪静姐姐，我们来世再见。师父，你回来了，只要我想混，就一定能混出来。